9:32，最后一天滑雪了。穿好，我不是跟你讲过说我如果不可以拿我会只设一号。You know, 默契默契。好气啦。哇，棍子就出来了啦。没有一个。
是。
很滑大的，才不会前进不了。好，我等你吗？还是我先去？先去。9:42。对。拜拜。赶快现在可以滑，不然他随时都要关了，怎么办？また万が一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係員に電話するが安全です。幸好有这些树，这边的风才不大。
水了呢。
Thank you.
Thank you.
でご案内します。我第三趟吗？不可能吧。我第三趟，我第四趟。你要想说往右拐的，对，那你又看到影子，我那个影子就是我。我没有看到，因为我贪心想说多拐一点，是去大坡的时候。这件事证明了我们爬不上去的，因为你也踩到半膝盖了。没有，应该是说啊，你不要压我板子好不好？你不要压我板子。就是我觉得不是熊一样。没有，他们看你吓到。然后。我只是想要偷嘎机，想要滑出去的时候冲上那一点，一下我就摔了，就要折下去了，就抽血。我大概撑了一阵才摔。我没有摔，我就趴下去而已。我也是趴下去而已，但是很难站起来，因为我到的深度这么深。没有，我觉得应该要到雪道中间一点比较好爬，边因为它还是太边。没有，没有什么中间爬。没有，我在下次上面好像没压，所以我觉得我们踩不上去啊。欸，我在那里。踩不住啊！我是说，那试试看，对，要踩的，对，这一次就是在等你，对，等上一点，再滑中间一点，一样一样，中间一点，走。而且我刚刚风大到啊，我怎么会录到后退十公尺？后退多，就一直呼呼呼呼，我就一直笑。对啊，然后就一直后退，一直后退。我刚才自拍还听到。把它弄掉就好，不用擦单。算了，我自己弄掉，不要来了。不要吗？对啊。我想拿一张卫生纸。我是趁机自拍，不要用卫生纸了，浪费。我要擦我的嘴巴，顺便啊。顺便你，我已经要撸掉了。然后侧面，好，我把它脱掉了，变成结冰了。我要找卫生纸。刚刚结的是正下方，现在又折结侧边。我要一张卫生纸，我的嘴巴很痛。嗯。你要不要一张？嗯，所以你画的时间跟我一样。你要不要一张？不用了。所以你画的时间跟我一样。真烫啊！都是滚进去的时间。而且啊，我在就是要帮你查一下。好，我在一个位置。那我的嘞？你哦，你是按钮那附近。要什么镜头？镜头不管了、啊，镜头不管了、啊。镜头在哪里？镜头在哪里？镜头就关掉。我要擦哪里？我要擦哪里？都不用擦了。你是说？有锈的感觉哦、喔，我不知道，我只说红红的，还是血？谁的血啊？我是脸太湿了，这样很难过。嗯，我鼻子有露出来吗？应该是没有啊。就看着，我刚这里脸露出来，快冻僵了。我是没有，你那上面都冰块了。哪里？右侧的脸，右侧的面罩，再往后一点，接近帽子那边。对啊，都是。你也是啊，嗯，差不多。要我帮你拍吗？不用，因为我现在你那个上面又粘上去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冷的感觉。不会冷啊，身体是不会冷。嗯。我帮你把这个按钮附近清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按钮附近就不用了。你的卡就在旁边，血迹在那边也好。也 OK 啊。转看膜的。我膝关节都是很冰。因为呼气啊，一定会挤上去。而且我忘记吃药了。什么的？鼻子的。哦。气喘的有。会流鼻涕就是有点麻烦。人中招了。哎呦喂啊！那我这样湿的要放哪里？放回去口袋。只能直滑啊，也没别的滑法了。现在还可以直滑，不会跳跳，下午就会跳跳了。你本来说一直说要 Rizona Ray 那边，你是想要怎么上去？你说那个大斜坡那边走上去吗？嗯、他说什么？不会一点就要关了吧？嗯、再开一小时什么？
缆车，搭乘途中可能发生晃动，请跟随着缆车的运转速度。哦，要变慢一点。靠近后状态不佳，有可能会暂时停止。下船的朋友敬请见谅。时好时。就是还开比较慢，看上面那个风向。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在树林间真的都没什么在动，真的遮得很好。对啊，对啊，被遮起来了。但是一开始出发的时候，真的晃得很厉害。你看上面那个风向角，转到某个程度就会自动停下来。啊，放翻。一踩就会陷下去，很难走哎。就会陷下去啊。方向也抽不上去。就会陷下去啊。不管用，这个前方走就已经够稳了。你看要踩多深，所以我觉得走不上去啊。啊。那里有人专业的，你要跟着他后面走上去。那要不要跟着他后面？不要，因为这个是深雪，我们也不会滑，我们没那个技术滑。哦哦，这样子我们根本滑不动哎。对啊，我们不会滑那种雪道。我们的雪板不够宽。也不是不够宽，技术上我们也没有学会那个技巧，欸、这个还可以滑。你看现在走都走不出来。我不是要走啊，我是要转头。你看到我在转头吗？你现在转哪方向啊？你要转，那走到这里才。不是，我要看我这样，然后往后倒，我会不会可以滑？不行哎、欸。不够斜啊！所以我们要先练习那种感觉，就是尽量朝边边去滑。好深哦！对啊，爬不上去了。而且你看，它有专门的飞带，要有那个飞带才好走。快能多远？
可以靠边边滑。那随时我就会冲进去，然后我。刚刚不跟弟弟坐啊？啊？弟弟坐小朋友那边的。你要站在右边。眼睛还好吗？都包起来了。转转转不是吗？就是一直转转转那个、啊。那我都看不懂怎么玩，连你都会玩，我居然不会玩哎、欸！你知道那个在转什么吗？转转转转转。你知道那个在转什么？嗯。神魔之塔的转转转啊，转珠珠。你说这只？嗯。一直用没有去。你的那个。那个杖怎么没有绑好？你杖怎么没有绑好？你杖怎么用拿的？你怎么没有绑在手上？不需要。不需要吗？到时候掉了。三个红色连在一起就可以攻击。嗯。如果五的话就更可以。啊，其他颜色嘞？如果两排的攻击又可以调几下。三排已经
等你教我，我以前也有玩。嗯。你现在不喜欢玩了。对。你等人。现在都玩什么传说？传说对决。还有姑姑克里希。那是什么东西？他可以跟别人约交朋友，然后约他们一起。然后也是跟哥哥玩。二打三电脑，因为我反应太强。还有那个乌鸦子，乌鸦子可以帮别人补血。然后他可以毒别人，如果我的话，然后六只没血，他已经被毒了，他已经被毒很惨了，所以他到一半的路上就会死掉，因为他一直被毒。被毒。乌鸦子超强，我超会用。对，是帮忙别人补血的兵，对不对？你的兵。然后上次跟周一叔叔，还有斯科德，周一叔叔。哦。然后还有斯科德、银汉，然后我跟哥哥，然后哥哥要串联，他说我们国运不沾血，然后狂帮周一叔叔补血，然后我就在后面，然后就补血。他是谁？谁什么？他是谁 MVP？ 什么？谁 MVP？ 你说谁是 MVP 啊？你哦，不会吧？哥哥哦。哥哥射手太强。你是最佳助攻员啊！你没有你帮他们补血，他可以去打啊。不行。对啊。有些都是补完血，可是不一定啊。可以回到家里就可以补血了。啊，这在外面打仗了，怎么回到家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补完血才可以出发。我拿起来了哦。可以吗？那你扣后面一点。要等哥哥吗？要等啊，不然我叫。被顶到，怎样？我就在你后面啊，只是我故意跟你踩不一样的地方。对，我就在这里插过去的时候摔倒的啊。有一个就是我啊，那个应该就是我吧。哎呦，妹妹是卡住了。
很深哦。啊？什么？抬腿抬不出来啊！啊，我出来了！我们要练习滑松雪，好，进去一点点就好。
出去一点点的照，因为我的照常常插到下面。好，到吗？到了。好，有没有风很大，很难滑？啊，各种。有节奏。真的、哦。摔的，你在哪里有摔？记得在哪吗？哪里有摔？大家去帮你找啊！掉了，所以要去帮他找啊。在哪里？就不知道，要问他啊，他要自己讲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帮他找啊。那应该很难。对。现在应该很难来去。我是怕会被人家的鞋板碾过或弄到了，压坏了。来，点左边还右边？左边还右边？靠右边那只山比较严重。啊，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掉手机？哎、啊，扣子没扣好哦。右边，所以要走右边嘛。嗯、大家帮。到两棵树之前。找。对啊，去找。那也不够，踏不够准啊！不会买 iPhone 吗？帮你买 iPhone 吗 ？GPS 我怕没有那么准啊，有可能啊。就去摔倒的地方找好看咯。小弟没有在后面，有在后面的后面，叫他一起帮忙找。就是那个小镜头啦，他口袋里的东西可能都掉了。可能吧。不要不要不要！再把我板子刮掉，麻烦。我很轻啊。好，轻轻。好。因为我都会去松雪，所以就会刮成这样。好难刮哦！哎呀，你的都没有，我的比较不容易。不是，而且你都滑在雪上，我去刚不是去滑那个很松很松，那个就会装满了。
来，拿起来喽。手好像动了这样。动，就我说要动一动啊。好。要走右边吧，杰说是右边摔比较大，你记得杰摔在哪里吗 ？Berry， 右边不是吗？杰不是说右边？要去帮他找手机，丢在哪？赶快，我们赶快去找啊！是那边啊、哦。大块啊！两边口袋都没有。我是怕 GPS 不够准，也找不到。趁现在，我先问。你有开吗？你有开 Find My iPhone 吗？有啊，有开。就去。别。妈妈，用你的手机搜寻妈妈的 iPhone。开。趁现在，等一下，好不好？现在就已经他冷到不行了。寻找我的 iPhone， 要登录。哪边？雪很深哎、欸，因为那边都是松雪啊。小心，那都很松哦，会很容易摔倒、哦。哪边？呜呜呜呜呜！我要去找啊，我要去看呐、啊。杰在找啊，这附近吗？他说是这附近啊。光是单罐，光是第二平常鞋套。你记得哪里吗？哪里？确定这附近吗？那里有什么？别人的钥匙。好，赶快帮妈妈找手机，快点！我还有这么下面吗？我就要开始找啦。
觉得都有可能有人踩下去耶。这种星星的应该不可能吧？对啊，我说星星的应该不可能吧？哎呦喂呀，站不起来啦！好，找到了，找到了！哈哈，好厉害，厉害！还找得到？谢谢小心啦。好。哎呦喂呀，好难站。全部东西都找到，还是只有找？全部，我是因为镜头才看到东西。好，我先画一下。还有Hello Kitty露出来。啊，你有被压坏？没有，因为没有。被别人碾坏啊，雪板碾过去啊。雪板碾过去，他就会送服务台了。是因为黑黑的这个，圆圆的，我才看到。把脸拉好。我也吓死了。我上次是掉气喘药，不过是在站。搭缆车的时候掉出来，我就很紧张。我的手机是放在这里，我常常要摸，我常掉东西。我刚刚是因为我要帮你们拍照，然后才发现我手机固定的到。那你这个口袋现在为什么拉开？你这扣起来，插进去，全都是雪装。雪板卡在里面，雪板我手机掉哎，太夸张了。哦，松雪就会卡。好了，谢谢。靠，这里为什么 也那么深？这里也深，冲
鞋子松了耶。来，过来，脚举起来，脚这脚举起来。会不会太松？不会。你在帮我清哦、喔嗯？你在帮我清板子啊？喂，你在干嘛？前面，前面，前面点一样，这边也要。有那个猫咪，弄得到猫咪那边吗？你不要掉下去，你不要再往前了，都要掉下去。好，我收回来一点，收回来一点。好，这样可以吗？你不要只给我坐往前好不好？哎、欸。舅舅、欸，那个 Switch 还有那个。神奇宝贝，什么神奇宝贝？嗯，转不到。是最后一次了。没有啦，他说可能没说一次。我跟人都是手翻的。这么早、哦？太早了吧？不是玩都这样子。这么急？对啊，妈妈要昏倒了，才刚买给她、欸，十二月才买给她、欸。
你要走右边，好不好？不是要是啊，不要。啊？我不是要走。我不知道啊。我都可以啊。没有，我要问你啊。我们不是能爬上去吗？没有，不要爬。你刚那个，我们爬两步就已经不行了吧？那我深度怎么爬得上去嘞？我们去走那个人走的路上看。不要，也一样。那个人搞不好穿着草履虫，我们连草履虫都没有。而且那个人有他的板子的背包，被人掉一块板子哦。掉了啊？下来的时候。教练讲过，我们才不会有心理的阴影。就只会对折而已啊，人就折而已啊。就是身体要往后躲，然后你反身要尽量并拢，都够大块。说是这样说，但是没体会过，所以待会再试一次，待会转弯再来试。你就这样吗？没有没有没有，你转弯的那时候你要速度很快哦，而且你进去就要赶快出来，因为越来越慢。我是不敢再试，我每天滚两次。那你在我后面看。啊，我也好奇啊，一定也会想试。
动一动，动一动手，动一动啊。怎么可能？很冷啊，动一动，都像我刚刚说的动一动啊，你不能一直，你就是一个固定姿势啊。对啊，动一动就会好一点，活血一下。你故意不动就会，对，动一动。外带就是意见。掉的时候赶快要动一动，让它活起来。脚这么痛啊？啊？脚麻掉的时候很想死，好不好？很痛哎、欸，超麻都不能走路，是脚那种压到麻掉的那种，很想死哎、欸，难过哎、欸。脚痛，对吗？啊！就说借你一只手套没？看不到。你说什么啊？干嘛？就看不到啊，两三个车前都不是啊。你就是自己啊？对啊。他已经很早就去了。对啊，很多个车前面都没有他。他已经那个，我已经。有啊。当然有，什么？他问我有没有拉保护的这个。好冰。那你要休息了吗？嗯，最后一趟。最后一趟。就说要动一下。太冷了。人生中最后一次。你再也不滑了，那、啊、你以后不想滑了？没有，我又还想滑，真的。那这样怎么会叫人生中最后一次？就再也不滑了才叫，这辈子再也不滑了才叫人生中最后一次。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次。对呀、啊。是吗？嗯。你就这趟最后一趟了、哦。确定。看起来还是不错。比较好一点点。再动一动，这里不知道什么，可能也是不好前进。哇，这好要扔啊！啊，他们的人啊，可能换班了。可以这样，那是他们的人，他可以啊，因为他要坐下去。还有人呢、欸，还有就他啊，他换班啊，他在山顶上这么久，很冷哎、欸，他要休息一下，他也冷死了。他一定觉得这些人真是疯了，还一直滑，害我要上班。啊？不知道哎、欸，六七八了吧？
概十分钟可以滑一趟，含坐车。拿起来，拿起来，这样自己拿。
洗手啊。其实拖从这边进去就好了。那我问问看，弟弟应该上去了。收。收。When will the yes and when will the Thank you.
相机。